台湾女星隋唐经常在她的社交媒体秀恩爱，向大家撒了一把狗粮。以身为人妻的隋唐，儿女双全，跟老公也是甜甜蜜蜜，恩爱有加。她也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家庭上的种种趣事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隋唐的幸福。隋唐，一个台湾的名模，同时也是林志玲的师妹，虽然名气没有林志玲大，但是她的身材和颜值都不输林志玲，但是感觉她就是一直活在林志玲的阴影之下。隋唐因为身材和长相都挺出众，这些年也有出演过一些影视作品，和明大合作的偶像剧《爱情魔法师》，还有赵又廷、张钧甯一起出演的电影《痞子英雄》，还凭借《犀利人妻》中精彩的表演而获得了2010年第46届金钟奖最佳女主角提名。都说模特是花瓶，但是隋唐却用自己的实力推翻了这个说法。对于内地观众而言，最熟知的应该就是他和黄晓明、周迅一起合作的《撒娇女人最好命》，凭借一个撒娇的技能，把剧中的黄晓明迷得团团转，也让观众见识到了他千娇百媚的女人魅力了。2015年闪婚的隋唐嫁得好，丈夫是一个富豪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她的一双儿女也是萌萌哒圈粉无数，但是相比林志玲却还是孤身一人。虽然之前有报道传出过她的恋情，传出她的祸讯，但是都只是捕风捉影，相比之下隋唐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归宿，也过着自己的生活，也不用再活在林志玲的阴影之下了。早前还有报道说她甚至超越了林志玲，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颜值与身材并存的台湾第一大美女。难道真的要把林志玲比下去了？估计现在的林志玲也是很羡慕她的吧。